我们是鼓励啊，把假期适当的要延长，我们在建议这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看事态的发展，因为再次说一下，这个不同的病毒它的表现不一样，这也是给我们，我作为一个一直在研究病毒的，给我们认知病毒也得留点时间，一个是在这儿居家隔离，第二个呢，也不要着急急忙就要回来，好吧？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